有万老师教材的宝宝扣一，勾多抹多有万老师教材的宝宝扣一，对吧？对吧？还是退自动退出。我换个手机。有万老师教材的宝宝扣一，对，沟通某的宝宝，基本功训练，沟通某的基本功训练，然后我们是不是训练到的这个哆哆嗦哆哆哆嗦哆瑞瑞啦瑞瑞瑞啦瑞咪咪哆咪咪咪哆咪嗦嗦瑞嗦嗦瑞嗦啦啦咪啦啦啦咪啦，然后。啥时候发的呀？好像没打印，你可能没有打印，这前两天都发了呀，在群里，你去群里找，去群里问啊，雅芙，你去群里找，有的，去群里找，嗯，去群里找，去群里找 ，OK 吗？就是勾多抹多，勾多抹的基本功训练的宝宝，基本功训练的。好、啊，要不然就先不、嗯，对，要不你就发个视频，让他们来快手，我发个视频，发个说说，嗯，怎么进群？来联系客服，宝宝刘克欣，进群的话联系客服，对，这个曲子练习曲有练习的宝宝扣二。双手基本功练习，有练习的宝宝扣二。晚上好，小淘淘宝妈。有练习的宝宝扣二，然后今天晚上双手基本功练习啊。有教材的扣一，有练习的宝宝扣二。我们今天晚上去找基本功，讲基本功。对，看有多少练习的，对，上课了。对，好多啊，好多。小淘妈妈今天也练习了是吧？暖暖。有谢美拉姨，还有5001幺七七八，锦彤也练习的，今天好积极哦。还有林仙子，对，没有了吗？就这么多练习的吗？那我们开始上课了。基本功练习很关键的，这个基本功练习超关键。第一次看，来听课啊，听课，对。我是新来的，可以要你们之前的课程吗？联系客服宝宝，繁殖草去联系客服，对，还有仙之语啊，联系客服。然后基本功练习，我们复习一下上周五晚上讲的勾托抹托基本功的一个训练。复习左右手一个复习，左手右手勾托抹托，不会跟接拍器，我跟你说怎么跟啊。然后的话，OK， 好的，那个，节拍器跟节拍器的视频，第一节课、第二节课、第三节课，食指练习都有跟节拍器。你先练单音去跟节拍器，明白吧？你千万不要，老师我一上来我就弹曲子跟节拍器，你肯定是不跟不上的。啊，你跟着那个课程，第一节课、第二节课、第三节课都有讲到如何去跟节拍器。OK 吧？对，你跟着那个有教学视频还有示范，你跟着进行学习就 OK 了。然后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勾托抹托基本功一个训练，然后的话把上周五讲的东西复习一下，双手勾托抹托上周五讲的东西复习一下，然后哆哆嗦哆哆哆嗦哆瑞瑞啦瑞瑞啦瑞，这一段你弹好了，你再往后弹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明白吧？OK 吗？准备好，勾托抹托快四点练习双手的勾托抹托，左手背低音兜，右手低音兜，两只手差的距离，右手离前梁四指的距离，左手伸直，看到没？左手伸直，看到没？自然伸直就在左手这个位置，就在这儿，就自然伸直的位置，这是左手的一个位置，你不要弹得太靠右，不要弹得太靠左。都不对，那这时候的左手背低音，右手低音，指甲尖出弦，同时弹，然后我们速度放慢，看看能不能连起来，看看能不能双手配合好，然后我们下一遍再试着跟着节拍器进行走，明白吧？准备，一
二、三，走。下一个音，哆，贴 right，贴 right，贴咪。有问题就能跟上的宝宝扣一，对，爱芬宝宝这个双手练习都有练习，爱芬学的很不错的，而且练得很好的，对，对，自学的，对，然后的话，然后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能跟上的宝宝扣一，能跟上的宝宝扣一，就比较慢啊，比较慢，记着去弹完一个音去贴下一个音，比较慢，可以是不是？可以的话，然后就这，然后我们接下来跟节拍器。接下来就是老师，我现在能够慢慢的，就是速度一定刚开始非常慢的，先不跟节拍器，然后注意两个手的手型，然后弹完一个音去贴下一个音，速度放慢，注意指尖竖弦，不要压弦。另外的话，每个手指的指尖力度弹出来，然后感觉差不多了，哎，我两只手注意速度非常慢的情况下，我注意手型了，我也注意指法了，然后再去跟节拍器，明白？那我们接下来跟节拍器，老师所有的节拍器。跟法，对于初学者，就跟练习曲弹练习曲，先跟节拍器，你不要上去就跟弹流行曲，对吧？你弹流行曲，你跟节拍器不对，你就弹一弹上去都跟曲子，就是歌曲呀、啊、曲，你所弹奏曲子你是跟不上的。所以说，你刚开始跟节拍器一定是跟的这个练习曲，勾多抹多，最基本的食指单独练习，中指单独练习，大指单独练习，然后跟着节拍器进行练习。那么接下来跟前面的六十速度看看能不能跟上，如果说老师我跟六十的速度跟不上，你自己调节，再把速度调小，调到五十甚至调到四十去跟，明白什么意思？这是六十的速度，这是六十速度，刀刀扫刀，如果说老师我这个速度跟不上， OK， 可以把这个数字变小，看到没，数字越小，数字越小变到五十，数字越小它的速度越慢，刀刀扫刀 ，OK。然后这个练习曲呢，因为它是个双手的一个配合，所以说我们的速度变到五十，变到五十，带着你们练两遍，然后我再加到六十的速度，带着你们练两遍。老师，我六十的速度跟不上怎么办？五十的速度就跟。老师，我五十的速度还跟不上怎么办？四十的速度就跟，对吧？数字越小，速度越慢 ，OK 吧？对对。对，那我们听一下，我们先跟五十的速度啊。老师，我五十的速度跟不上怎么办？跟四十，你自己去跟四十，明白吧？自己跟四十。老师，我五十速度感觉跟上了，弹的还不错。然后你去跟六十，明白吧？那我们五十的速度先跟着节拍器试着跟一下啊。左手背低音，右手低音，准备。他响一下，弹一下。你听，响一下，弹一下。一、二、三，走，哆。哆嗦哆哆哆嗦哆 ，re re la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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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re mi mi 哆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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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 mi 嗦嗦。Right, so, so, so,
来嗦啦啦咪啦啦啦咪啦，对吧？就是先跟着唱，他想一下，同时你把他这个音给唱一个音。老师，我还不会怎么办？最笨的办法就是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会数秒吗？就最笨的办法，你去数秒，数那秒针，它动一下你想不想？动一下你数一下，就是节奏感，它每个音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这就最笨的一个办法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了。啊、嗯，就是说，老师，我听不懂节拍器，啊、嗯，就你数去数秒，他想一下，你数一下，嗯 ，OK， 我们接下来训练一下啊，公托某托，这是五十的速度啊，五十的速度，他想一下，你弹一个音，一、二、三，好，哆。调成四十，我们试着跟一下四十。老师可能哎，五十的速度跟不上，调四十，我们跟一下四十，更慢。停，一、二、三，走，哆，哆，嗦，哆。最少只能最小四十，你这三十都太拖了，三十太慢了。就是你四十起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节拍器联系客服爆发老名字优惠啊！然后我们听一下四十速度，看看大家能不能跟得上，好吧？我怕刚才五十速度可能有宝宝跟不上，没关系。然后你可以从四十起，然后四十的速度能跟上，弹十遍不断不错不卡，加到五十再弹十遍不断不错不卡，再弹十遍不断不错不卡，加到六十，按照这种方式往后依次类推，长期练习，日积月累，速度一点点加快，是这样加起来。明白吧？不要老师，我看你弹得可快，我上去就弹得可快，弹不出来的，啊，要么错心，要么音弹不清晰，要么你感觉老师我怎么弹的感觉，怎么哪都不对 ，OK 吧？来，我们再来四十的速度来一下啊，一、二、三，走，哆。跟上的宝宝扣一，他想一下，他一个音非常慢，极其慢。那我跟上的宝宝扣一，然后的话，如果老师我还跟不上，啊，你不跟节拍起，然后去弹，然后去慢慢，就是刚开始教你的那个时候去跟的，要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去跟，弹完一个音去找下一个音，速度放慢，然后的话再跟着节拍起去唱。
跟着节拍去唱，唱差不多能够跟上，或40起步轻轻跟上。对，这个速度大部分都能跟得上，是不是？那我们加50，我们你自己在下面练。老师，我觉得40速度太慢了，我觉得我可以加速度的吗？可以，但是如果说老师我一加到速度，加到50的速度，我就有点卡断。啊，就有点跟不上，吃力了。OK，你再返回去40速度，再多练习，再练个3、5天，你再加50速度就能跟得上了，明白吧？OK 吗？然后的话，老师，我连续弹10遍50的速度，中间不错，不卡不断，你可以尝试加60的速度了，清楚了没？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你们自己在下面练习的时候，自己在下面练习的时候，就是按这种方式。老师，我40的速度，我感觉弹得还蛮熟的。然后的话。自己尝试加50，老师我50速度跟不上，返回去练40，然后的话50速度能跟上，不断不错，加速度再加60，然后60速度不断不错，再加70，70速度不断不错，再加80，加到80觉得哎卡了断了，返回去练70，明白吧？OK，我们50速度跟一下啊，自己在下边多练几遍，我只是上课带着练一遍，但是方法是就是方法，只不过反复练习多练几遍就 OK 了。准备一，这是60，这是50速度啊，一。三，走，跟上的宝宝扣一，老师我跟不上，我跟不上的情况下，你去练40，自己多练，练10遍，每天反复练10遍，你第三天、第四天你再去加50速度的时候，你就能跟得上了，明白吧？OK 吗？那如果说能跟上，我们尝试加60的速度，我们尝试加60的速度，但是你们自己要线下练个5遍、10遍的这样的情况进行去练习的。练5遍，甚至10遍进行练习的啊，那我们听一下60的速度，看看能不能跟得上。如果60的速度能跟得上，你自己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方法进行加速度啊。然后我们接下来跟60试一下啊，就初学者的话就是50、60、50、60这个速度进行练习啊。当你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80或者90的时候，因为我们前面40到50、50到60、60到70是以10的数字往上加的。当你加到80、90、100的时候，你80加到90，你可能加一下子加上去的话太吃力了。80加到85，85加到90，90加到95，95加到100，明白吧？加的这个距离不要太大。按60的速度来一下啊，准备，一、二、三、走。跟节拍器在这复习之前弹奏的，但是要求是，1个月之内你在练这个曲子，1个月之内不要加速度超过70，不要加速度超过70。为什么要？老师，我能够加到80，为什么不要我加到80？因为你一旦速度加得太快的情况，你本身你是练的时间比较短，手上力度达不到，一旦速度加快的，你的手上的力度会减弱30%，甚至到50%。然后的话，手型容易越弹越紧，所以说你就以40、50、60的速度坚持练1个月，
坚持练一个月之后，然后第二个月，然后你可以试着加时，加到70、80。如果能够加到90，加到90的速度也不要练，或者是不要多练。你可以啊，我今天弹完琴了，哎，我试着加一下90的速度，能不能加上去？可以跟一遍，但是不要多练。多练的话，你速度一加快，你的手会变紧，会变紧。你把速度加快的神经会紧张的，你的手会变紧。嗯，明白我的意思吧？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你能加上去，但是控制着不要往上弹，因为一弹上去速度练得太多的情况，速度太快，你练得比较多的情况，手容易越弹越紧。你速度越慢，你练得越多，你的基本功打得扎实的话，你往后加速度比较好，加一点手容易放松，能理解吧？然后的话，我们接下来往后讲，就是我们是按照步骤来的。第一个步骤是你先把第一小节、第二小节，第一个步骤这个功能怎么做？左手。这左手老师，哎呀，我可能个人，哎呀，还是左手不够用力，对吧？左手力度还不够，那怎么办？左手中指、食指、大指单独练习，这是第一步，因为你左手需要单独练习，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然后左手勾托抹托再单独练习，右手勾托抹托基本上都比较熟练，左手勾托抹托再单独练习，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指和勾托抹托兜兜扫兜，指和一组，然后多练习这个手指的指序，给它固定住。给它形成习惯，形成自然，然后第三步再兜兜扫兜，兜兜扫兜，瑞拉瑞拉，人咪咪抖咪咪咪抖咪，扫抖软扫扫软，拉拉米拉拉拉米拉，然后这一组给它进行速度放慢练习。接下来我们完成第四步，整个乐器给它合练起来，这样就觉得很简单了，明白什么意思吧？按照步骤走，你觉得很简单，一星期这个曲子完全流畅的弹下来是没有问题的 ，OK 吧？好，我们接着往后走哈。往后走的话，我们弹到了第二行的第四小节。再往后，我们可以看谱子，哆哆嗦哆，还是哆哆嗦哆，瑞瑞啦，瑞咪咪哆，咪嗦嗦，瑞嗦啦啦，咪啦哆嗦哆。再往后，你可以直接不看谱了，可以这么说的。再往后的话，可以直接不看谱了，对吧？然后的话，再往后走第二行第五小节，左手低音，因为我们弹完这第二行的第四小节是弹的啦啦咪啦，对不对？然后我们往后找音，按照顺序走，哆哆嗦哆哆嗦哆，两遍，原来是从这哆哆嗦哆瑞拉人咪咪哆咪嗦哆瑞拉拉咪拉，然后换了，全部都高八度了，移平移平移再平移，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吗？然后第二行第五小节哆哆嗦哆两遍，左手低音哆，右手中音哆。然后连续弹两遍，这个应该能理解吧？准备走，哆哆嗦哆哆哆嗦哆，然后再往后 re re la re 两组，下一小节 re re la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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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re， 下一组咪咪哆咪。骚骚软骚骚骚软骚骚骚软骚，再往下一组，拉拉咪拉拉拉咪拉，再往下一组，兜兜扫兜，这时候我们走到大指，走到最后一个最细的这一根琴弦，再往后没了，兜兜扫兜。OK， 这一组一下子弹下来没有问题吧？这一组一下子弹下来没有问题的宝宝扣一，没有问题宝宝扣一，好吧？这一组弹下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一下子就可以弹下来，一下子可以弹下来宝宝扣一，没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对，OK， 这组弹下来没有问题了。然后的话，接下来我们从开头弹到结尾，不是从开头，是不是从谱子的开头结尾？是从琴弦的开头弹到结尾，对吧？是从琴弦的开头弹到结尾 ，OK 吧？从琴弦的开头弹到结尾。啊，就跟节拍器跟60的速度，我们试着跟一下。老师，我60跟不上，你自己回去跟50，好吧？因为你可以看一下，哆哆嗦哆哆嗦哆，后边都是平移琴弦，就这么简单。这就是基本功的一个训练是啥？练习曲是有规律的，你的
你的重心放在哪儿，因为你谱子不用特别的去记忆，哎呀我要去找什么弦，左手去找什么弦，不用特别去记忆，对吧？这时候你的神经会放松，你把你的重心放在指法力度上，你不要弹的飘，这属于音飘，你要把你的力度发挥到极致。把手上的力度，手型掌握住，力度发挥到力度，把你的力度弹出来，明白吧？是重心放在你的音质上，你的手上的力度上，手上的手型上， OK 吧？好，节拍器有卖吗？联系客服包包老名字有优惠。然后的话，我们跟节拍器从琴弦最粗的弹到琴弦最细的，从低背低音弹到背高音啊。我们跟着节拍器六十的速度跟一下。好，那我们来一下，准备背低音都啊。手指左手，特别是左手，还有两只手的一个配合，指法固定，这个手琴弦的距离，给他手感找到了，你再沟通某头，沟通某头，把所有的琴弦一过就简单了，对吧？有问题的宝宝扣一，然后我们接下来往后走，明白吧？这就是简单的练习曲，细分化的进行练习，你还可以再精细，对，就是在练左右手，宝宝。没有问题的宝宝扣一，然后我们接下来往下走，然后的话我们已经走到高音了，对吧？再往后走，我们看指法，看音符，第三行一二三啊，不对，第四行第三小节，第三行第四行第三小节，第四行第三小节，拉拉米拉，拉拉米拉，我们弹完哆哆嗦哆了，对吧？好，哆哆扫得了，哆 OK， 哆哆扫哆。我们是从背低音弹到高音，是属于一个上行。接下来我们走下行，走下行，然后弹完哆哆扫哆，返回去弹拉拉米呢，两遍拉拉米拉拉拉米拉，再往回返扫扫软扫。下，你看第四行，第四行第三小节拉拉米拉拉拉米拉，然后第五小节扫扫软扫扫扫软扫扫扫软扫，对吧？然后再往后返回，继续下行，咪咪哆咪，第四行最后一小节咪咪哆咪，指法指序还是勾动木头，咪咪哆。第五行第三小节 re re la re， 继续下行 re re la re， 弹完一个音记得去贴弦啊，去贴弦 la re， 再往后走
第五行第四小节哆哆嗦哆。最后两小节拉拉米拉，拉拉米拉，继续下行，拉拉米拉。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第一小节骚骚软骚，对吧？骚骚软骚骚骚。三小倒数第二行第三小节，咪咪哆咪咪咪哆，你再往下倒数第二行最后倒数第三小节 ，re re 啦 re 啦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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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最后一小节最后一首。应该不难吧，基本功的一个练习，就是说你只要两只手，左手单独训练勾脱抹脱 OK 了，然后两只手和勾脱抹脱这个手指只需固定了和一组，然后再和兜兜兜兜扫兜瑞瑞啦人民民斗民骚骚软骚拉拉民再和一组，然后整个乐曲从第一上行对吧，然后再下行，就这么简单，明白吧？这就是你的曲子，你的这个练习曲是什么呢？练习曲就是你的这个旋律，很简单，旋律就是它有规律，你不需要去旋律，不需要去记旋律。然后的话，然后主要是把你的注意集中力放在你的手指上，放在你的手型上，放在你的力度上 ，OK 吗？好，那我们接下来。跟着节拍器，我们从高的位置返回去，从高音返回去弹低音，就是我们刚开始是上行，对不对？然后都可以没有问题的。然后的话，我们下行，从哆哆嗦哆，左手中音哆，右手高音哆，然后往回返，试一下。然后返的时候，我们速度跟慢一点。我们跟这个50的速度跟慢一点，从高音啊，我们开始下行，左手中音哆，右手高音哆，对吧？对，左手高音哆，左手中音哆，右手高音哆，然后50的速度，我们速度放慢，下行走一下，从左手中音哆，右手高音哆，然后再拉嗦咪瑞哆，拉嗦咪瑞哆。下行，左手中音，右手高音，准备好，我们下行，50的速度放慢啊，一、二、三、走，哆哆嗦哆哆哆嗦哆，换拉拉。Thank you.
型。对，哥依然宠爱你。你的琴是不是新琴？多长时间？啊，到手多长时间？然后如果是新琴，需要开音，我下完课再给你解答。然后我们跟着节拍器，从头弹到尾，越从这个练习曲啊，50的速度不加60啊，你们刚开始可以跟50的速度，如果50速度跟熟了可以跟60，然后从头弹到尾，从乐曲谱乐谱开头弹到尾，就从贝低音弹到高音，然后再返回，明白我的意思吗？然后带着你们训练一遍，用50的速度，50的速度，准备。50速度，左手背低音，右手低音，然后走到高音，然后再返回，完整的一遍。一、三、走。今天练习的这个勾脱抹脱，速度慢，40速度、50速度去跟，啊，这个60速度一下子跟可能不太好跟，跟40或者是50，明白吧？自己根据情况去调节。老师，我跟不上，比他弹得快或比他弹得慢，你先跟着他这个节奏去唱，他想一下你唱一个音，他想一下你唱一个音，明白吧？啊，就说老师我跟不上，OK，先跟着弯弯老师视频去唱，我怎么唱你怎么唱，然后唱节奏唱对了，你弹的时候心里才有谱。现在才有谱，明白吧？对，这是我们的这个今天教学的是沟通我的基本功的一个训练，然后这个节拍器联系客服报班老师名字有优惠。